喜劇其實是悲劇加時間，你怎樣能夠將悲劇放在悲劇那個時間封印住佢，即係你 overcome 咗件事啦，得出嚟嘅結論可能叫活在當下咯。咁你 live 喺呢個 moment 啫嘛，咁件事係之前傷害你噶嘛，你而家係而家噶嘛。哇，偉人啊，偉論。啊，係咪有黃子華啲 feel 啊？係啊。其實不開心一定有的，係咪先？咁但係點樣去望到呢個不開心啊？琴日我真的很傻豬啊！咁樣呢一個態度是最好咯。咁希望觀眾可以知道，其實可以活用呢樣嘢，令到大家都更加開心。笑聲真的可以感染人，係啊！即係好似啱啱我嚟到已經想笑啦，真係嘅，已經好輕鬆啦個心情。我講真㗎，小高呢個似乎都係笑話嚟㗎嘛，真係好唔好笑？不如正式開 show 睇睇啊！我係一個印尼仔啦，我識講廣東話，爸爸媽媽唔識講。小學的時候我就讀普通話學校，老師全部都是不懂講英文，幾慘啊！慘是咩呢？家長又要做翻譯，最荒謬的話是每一樣我要翻譯的嘢都是對我不利的。咁我好記得我第一次 introduce 自己，跟我同老師講早晨啦，咁我媽咪喺後面啊早晨咁啊，咁我老師就即刻問我做咩帶你工人姐姐過嚟啊？即一個皮膚黑黑。係嘛？眼大大，嘴唇厚厚，個心口寫住 I love Indonesia 咁，就一定係工人姐姐嘅喎。即係所以我望翻轉頭，啊又真係似喎。香港人好迷信嘅，香港人咧好中意咧，即係做啲好奇怪嘅事，就因為佢好迷信。即係標筒嘅意思咧，即係咧，即係佢燒到符，哇！揼一揼個地，砰一聲上個人嗰個神仙角色就會上個身。咁你好多角色可以揀嘅，例如咩咧？有孫悟空啦，有關公啦。但係下一步好奇怪啊！佢哋開始就自己劈自己，啪啪啪！我嗰陣先知道原來孫悟空有自虐傾向嘅，啪啪啪咁樣咯。哇！我真係死都唔信啊，係嘛？你啲黐線攞把刀嚟劈自己喎，我唔信噶啦。除非點啊？你叫財神出嚟派錢俾我，我都會信。我做保險噶嘛。所以我都會跟我啲客咧跟出跟入咧，同佢哋睇醫生啊、復診啊咁樣啊。咁最近有一個客咧，佢真係唔好彩生 cancer， 我同佢出入好多腫瘤科。但每次去親咧，啲姑娘都以為佢係陪我嚟睇。啊，即係我 buy give and take 呢一套嘅，知唔知咩 give and take 啊？即係你要先俾出去，然之後你先拎翻更加多翻嚟。OK， 好 buy 呢一樣嘢。所以我喺前幾日咧，我揾咗一個旺角地鐵站出口嘅乞兒，然之後我俾咗張$10佢。我就拎咗只碗走咗啦，而佢系冇腳嘅，系啊，因為我數一數個碗入面有$20，哇，正嗱 ，give and take 咪就係咁啊，點解後面追住我？跟住有啲人咧喺隔離見到佢喺後面追咗啦，就加油，佢以為我訓練緊香港殘奧運動員。我做緊一件真係除咗 give and take 之外，意義好大嘅事啊，真係。咁我有一個笑話咧，想送俾小谷嘅，唱一唱。喂 ，hello。咁咧，你有兩個小朋友噶嘛？其實咧，我自己啦，都叫做預備咗我老豆咧，即係都差唔多歲數離開噶啦。我有少少 tips 可以送俾，即係我唔係咒你啊，即係真係萬一，係啦，萬一 touch wood 有啲咩意外，我諗呢個方法咧就係令到我可以接受到我屋企人唔喺，即係之後嘅路唔喺度陪我嘅時候咧，我都可以適應到嘅生活。系啊，所以前几个月咧，你今日见完我老豆啊，你前几个月我开始冇俾家用佢啦。系啊，呢个方法真系好快适应咗。小朋友如果要早啲适应嘅话，唔好前几个月开始啦，一开始就要开始。就要唔俾啦。系啦，OK， 系啦。就送俾两位小朋友嘅一个小 tips 啊。多谢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